上山淘宝，意外发现神秘紫水晶，这下发财了。这里是一处废弃的矿山，但每天仍旧有很多人来这里挖掘。要是运气好发现名贵矿石，那就能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。男子听说后也和朋友们千里迢迢赶来矿山，还特意携带了专门装备。这小铲子耍的还真有点黄金矿工的意思。挖着挖着，他发现了一个石头，用水一清洗，结果还真是石头，失望地丢弃在身后。不过挖宝哪有那么容易，所以他就继续坚持。一阵忙碌之后，男子终于迎来了风雨后的彩虹。他拿起一块石头，用水清理，冲洗干净后，定眼一瞧，原来是一块紫水晶，总算是没有白来。这下男子的动力也更足了，继续在小坑里挖掘。没多久，便又发现了小块的晶石，可把他高兴坏了，轻轻松松就赚到大钱。想到废弃的矿山也能淘到宝，心满意足之后，男子停止了挖掘，开始和自己的宠物狗玩耍，还要时不时的和周围人炫耀今天的收获，让人羡慕不已。好。